好，继续带您关心一个最新消息，那就是受到疫情冲击的劳工朋友，今天政府再释出新力多，劳动部今天宣布，将针对三级警戒期间，投保薪资在2万4以上的在职劳工提供生活补贴。 10000块，但这补贴并不是人人都有。原则上是针对了三级警戒期间薪资减损达到一定程度者发给，而且会直接发给劳工。但过去曾领到其他政府补贴的时候，就不能再请领。详细的政策下个月就会公布。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。